小朋友们好，我要来用这一款大米彩色积木玩具拼房子。先把包装盒打开，这里面都是积木，有很多颜色，把它们拿出来。都拿出来了，现在开始拼房子。我要先把它们分类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拼吧。长方体，正方体，用这个来当窗户，粉红色的跟粉红色的拼在一起，还有粉红色的屋顶，这是绿色的窗户。屋顶，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移开，就可以进去了。这些都是小的屋顶，拼在圆柱上面。还有一个，拼在这里。这里还有一个黄，套在粉红色的屋顶上面。哇，这个房子已经拼好了，打开，再关上。窗户也可以移动，哇，太好看了！我好喜欢这个房子啊！感谢小朋友们的收看，喜欢请订阅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